漂亮，可爱，漂亮。好，再次5、6、7，忽然没有联络了，我会很难过，我真的会很难过。世界上最珍贵的三样东西，全民 Party 的 ID， 怎么学唱歌的？是不是动过心就很难回到朋友关系？我觉得其实，我觉得不会，我就不就是看心态，就你不要，因为你动过心不回到朋友关系会很痛苦吧？你就失去他哎，那宁愿失去他，我不如回来。可是有些人是，好，如果要就要分法，要就在一起，要不要就算。哦，有些人是这样，有些人是这样，就觉得说想看到会很痛苦。但我比较不是这样的。可以请问你都用什么相机拍摄 cover 的吗？这要问好人。我自己的话，这支频道的话是目前是用手机录，那我之后会这个月吧，可能会想要买一个相机这样，但是我还是不会上字幕的，因为不上字幕就是我剪片的动力。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可以分享你的爱情故事吗？浪漫、好笑、有趣的，多好。如果我跟陈浩再在一起，再一年的话，或者再多久的话，然后很稳定的话，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，就我们可以开个情侣 QA。所以现在意思就是还不稳定。不是，就是因为一直我其实我说真也不的，要那么低调，不要那么低就是没有，我想讲的是，你录情侣影片，你会有很多顾忌，会很你会多，想会对，说，会很多记录在网络上。对，你会想说，那以后会不会分开，或是那以后分开会不会很尴尬？那这影片要怎么处理？就我会有很多 OS，但我有时候会想，我的个性，有时候觉得，那就去做，现在想到什么就去做，那以后分开就再说嘛。对，反正大概呢就是有机会的话，我就会开这样子。有人觉得你长得有点像赖雅妍吗？超多，这是大家都在讲。我国中、高中的时候都很多人讲。长大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人讲，惨了啦！我也以为你单眼皮，我该死。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问说，就问说为什么你的眼皮那么看起来那么像是单眼皮，可是其实是多眼皮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真的双眼皮，只是要这样看。但如果我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可能就看不出来。其实我也是双眼皮。你说下辈子，靠我！有没有详细的妆容教学影片？好喜欢你的妆容。我之前有录过，但我的妆就是这么简单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变。但我最近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我可以再拍一个，但应该大同小异。如果不唱歌的话，想做什么？我没有想过不唱歌的话要做什么，就只想唱歌。你呢？做音乐到死。我不不唱做音歌，乐，对，不做音乐。那我就废柴，我啃老族啃到死。好，三个形容词加一句话形容自己，然后惩罚我爱你。啾咪的图，你好给我啾咪，三个形容词，漂亮、可爱、漂亮。好，再次5、6、7，三个形容词，漂亮、幽默、优秀。好。世界上最珍贵的三样东西，家人、朋友、梦想，就我自己讲了，好不错。我希望我要灌输大家一个观念，就是很多人对自己的父母亲其实很没有礼貌。那我觉得你这辈子你今生的温柔一定要为父母留一份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讲还蛮温馨的是啊，还不错。OK 啊。以后可以常放陈华 NG 照吗？还是我办一个那种，就是小号，我就可以每次心情不好、不爽谁就屌谁这样，然后那放我不的，太好。然后就放我的 NG 照，就可以无限的一直发我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没什么，先不要。好，但是我会多发 NG 照的，OK？好，来，全民 Party 的 ID。我会放在这边给大家。但是我会放我们两个在这边，但是不一定会常玩啊，就是有时候会上去抢麦。食量很大吗？感觉不小，就不大不小，算是偏小。如果好吃的话，铁板烧这种东西我可以吃2碗饭，但是如果是不好吃的东西，我可能就会吃一点点。那大户但是一定要加辣，任何东西只要加辣的，然后好吃的，我就会觉得 OK，我就会吃很多，我就可以吃2碗。你是不是都吃不胖？肯定是，
这问题有点可爱，自问自答。还哼。对，我吃不胖，但我现在我希望我可以胖一点，因为我觉得瘦太瘦不好看。所以大家不要一昧的觉得瘦才是好看，匀称才是最好。什么样的女生会吸引你？首先呢，我觉得漂亮的女生太多了。你比不完，真的。所以我会选择就是可能她很好笑，很搞怪。或是比如说 Karen CC。对。或是。或是一些飞体罗，对，或者是周扬青，周扬青是可帅，对，可帅可美，然后可以个性非常好，我喜欢很大辣辣的女生，我喜欢很大累累，不是大辣辣还大累累，大累累是这个，你有内建磁铁吗？怎么声音那么有磁性？不太会说话，他们都很好，就是我说真的，我觉得其实他们都对我很好，你们太善良了，跟我一样。他没有看到你面具下的你。屁耶、欸！我面具下长这个样子好不好？表里如一耶，开玩笑。其实我们都蛮 real， 就我们没有很刻意的。那谁不 real？ 我身边认识都还好，都蛮好。好了五年的闺蜜吵架没联络了，把她视为家人的你会怎么调试心情，重新找回原本的自己？哇，我觉得很难耶。好了五年的闺蜜，就像我好了好几年的朋友。突然没有联络了，我会很难过，我真的会很难过，我难过好几年。他是因为吵架？吵架哦，那看是什么原因啊？看能不能和好啊？看做了什么事？抢男友就不行？对，我觉得是，如果是可以和好的原因而分开的话，那就去找他和好。对，就拉下脸。对，那如果是没办法和好的话，那你就再多认识新的朋友，也许有一天你会。找到跟他很相似的人，因为我觉得东西，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物以类聚，你什么样的个性造就什么样的吸引的人过来，所以你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你身边的人就会更优秀。OK， 好，怎么样的异性会吸引到成华？不一定要是因为感情，朋友也可以，因为我真的超喜欢你，我天，幽默好笑，真诚，怎么学唱歌的？其实我也没有学唱歌，不过我觉得我进步幅度最大的大概就是跟他一起录 cover 之后，因为我们会在录音室录嘛，然后就会一首歌会重复录很多次，对，然后就会告诉我说，哎，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唱会更好。然后你听到你自己上一次唱，你以为你唱得很好，可是听到很多细节都唱得很烂，就会知道哦，原来我这里地方没有掌握好，就你要反复的听自己唱歌，不然有时候听自己很好听，可是一听，哇靠，怎么那么烂？所以最主要就是自己录起来，然后自己放出来听，这样。对 对。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是自己印歌词，然后录起来，再自己写笔记。对，想知道唱歌如何有自己的味道，喷香水。我弟弟回来了，等他一下。光头。怎么样会有自己的味道？其实我也还在慢慢摸索，但渐渐的可能有一点点自己的味道，香水味。对，没有，就是本身声音就有特色，没有，就有自己唱，就是有自己的声音。就是我觉得就多唱，你真的有一天会寻找到。因为我国中的时候也很烦恼自己，我到底要走什么风格，我要怎么样有特色，要怎么样？但我发现无解，你就是只能自己一直唱，一直唱。有一天你会突然寻找到，就像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怎么会唱，你怎么会抖音这样子？有没有，就是尽量找跟另外一个人，他能跟你互相的去听彼此唱歌。的盲点，陈华的爸爸妈妈唱歌都那么好听吗？好像还不错。有因为一首歌莫名一直掉眼泪吗？我觉得我很少，我现在比较少掉眼泪。现在活得很开心。也不是说同等开心，就是已经对这件事情每件事情有点释怀了。OK， 就是每件事不会看得那么重。对对对，因为以前就是友情，我会看得很重，我很重友情，我意气往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说现在也不是，就是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多跟别人吵架，或者是别人离开我啊，或者身边人都成熟。对，请问在 IKEA 的时候，有被我的冒昧要求合照吓到吗？当然不会啊，很开心。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跟我们合照，都不用害羞。对，无论我素颜与否，都可以跟我合照，都不要紧张，不用怕打扰。那个脸是什么猥琐的脸？方大同还是陶喆？方大同。小易。大同小易。对，请问陈华都怎么经营人际关系？用那个强迫式暴力语言暴力，每天生气这样子。可能玩抖音吧。其实经营 TikTok， 好，没事。
下一位哈。我觉得很好的朋友是不用很常联系的，就是需要的时候，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。所以，因为我跟好朋友其实也不太那么爱联络，因为我不太喜欢打字，我不喜欢回讯息。就是偶尔一次约一次，然后就聊很多这样。好哦。真正好的友情是不需要常常靠关系去维持的。嗯。但是，我很喜欢麻烦我的朋友，那边要陪我去哪里呀？这个时候也是一种，就是互相可以见面的一个方式，不然见面也不知道去哪，对不对？直接合理化哎。请问最近会出新的 cover 吗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我这边再讲一次，就是我们频道呢两个礼拜会出一支影片，那之后可能会有 cover 跟原创。对，好。然后晚上八点。华华什么时候才要进军歌坛？现在在进军呢、啊？对啊。OK， 那今天的 50 Facts About Me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那应该有超过50题，非常开心的一天来陪我录这个影片。那你们如果对我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是下次再问我，先记着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